谢和弦日前到一间企业尾牙表演，演唱到爱不需要装乖一曲时，由于没有女主唱，于是谢和弦 cue 女主持人一起合唱，结果这位主持人开口一鸣惊人，歌声惊艳全场。这位女主持人的身份曝光，原来是三立新闻网前主播詹千燕，现为广告行销公司负责人兼网络媒体姐妹淘影音事业部总监。她与谢和弦合唱完后，谢和弦也在舞台上比赞。